好，看爹地的姿势啊。哎。咦，很正规嘛。哇哇！你还叫哈尼？这全家总动员，参与这个小小的游戏，扔保龄球。现在该俺妈上场了啊！忽然间想吃甜的，还是非。情我还没说，忽然想到甜的，他那个表情太夸张了吧！我也不知道想吃什么样的甜的，就是忽然间想吃甜的零食。哎，怎么这么奇怪呢？你说，买了一个苹果派，但是还不是我想吃的那种甜的。我不知道想吃什么样的甜的，好像就是有点低血糖犯了一样。买一个这个蓝莓的吧，布鲁贝瑞的吧。好不好？对呀，拿一个吧。OK。这样我们一家四口，我爸我妈说你们去吧，你爸我俩在家。妈妈想喝一个可乐，拿一个吧，乖。这是什么味道的 ？Spicy raspberry。我没有听过 spicy raspberry。I know it's good or not good。这个星期六。这个 King 先生呢，要带美国的爸爸、中国的爸爸一起去看赛车。你也要去吗，儿子？嗯哼，还有儿子 Anthony， 还有 Sam 先生。不要这样，我受不了你了。你 Daddy 现在变样了。哎呀，西瓜，我想吃西瓜。妈妈想吃 watermelon， 回到家就吃。好不好？这俩孩子也喜欢吃水果。你想要啥了？那是啥呀，乖？啊，你那个 chocolate 是吗？你要 make 那个饼干，还有这个加到一起是吗？嗯。那你拿吧。OK。我的生活中更倾向于就是很休闲的生活，节奏稍微慢一点，特别是周末的时候。我喜欢一家人可以出去在一起共进晚餐，不要做饭，就是要周末的时候出去吃，就是要找一种氛围感。平时呢，我喜欢就是没事了来超市逛一逛。哎，我也现在不懂啊，你就随便敲嘛，就嘣嘣嘣就是熟的。待我拍一拍来。哎，这个好，嗡嗡嗡，转了一大圈儿。哎，又买了好多东西，准备回家了啊。那个大西瓜啊，回家杀开切开给你们看一看，因为跟 Sam 我们俩打赌，他说我觉得这个西瓜没有他挑的那个好。我们回家切开之后看看，这个瓜是我选的好，还是他说他选的好，拭目以待啊。走吧。咦，你再长一年比妈妈还高呢，看看看着儿子的胳膊。哎呀，你都是妈妈的大男孩了。妈妈好开心啊，乖。辛辛苦苦养了12年的儿子。我们回来了，妈。嗯，回来了。你看看买的啥？买的啥？看看，给俺买了玩具。啥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买啥，还买了西锅，咱吃西锅吧，妈来。你真能吃西锅了呀！不亮，那西锅不是冰箱里的，那又买一大堆，瞅瞅给。我先嗑一罐可乐的，尝尝这个 spicy 什么？刚才这个是写的？raspberry spicy。吃去。吃 chip， 儿子给我的 chip。嗯。好好吃啊！不亮吗？他没有给冰箱里搁住。他叫 spicy， 他其实不是 spicy 的。你们知道那个 mint 吗？就是那个薄荷，就是那种的辣，是吧？拿拍这个西瓜，我挑了。啊，然后那个女婿说他想买那个，我想买这个。他说的这个没有他挑那个好。我切开都知道好不好了。爸给你们看啊，你看这个西瓜，我就知道这个瓜不一样。你看还没切呢，一下这个就崩开了，看到没？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得看看这声音，
咦，多好，里边看，就看着可脆了吗？嗯，可能这个皮儿可脆。嗯，打赌还是我赢，看到吧？多好，吃一块。把给我下来这个瓜可甜可甜的呀，还可新鲜可脆，一啥这个瓜都崩了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刚刚买的那个保龄瓶已经泡在路上了。妈妈，啊、那个、，OK， you go first。好。耶，还是啊，给他球放好了，给他球放好了。下个周末让 Daddy 带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去。拜拜。OK， 好了，现在该你的 turn， 走吧。Honey， you want come in？来呗。嗯，我们在家也可以自娱自乐。嘿，啊 ，your turn，OK、okay。Wow，nice，good job， 儿。那现在该妈妈 turn 了吧？啊 ，OK。看看，简单单的小玩具。就能满足一家人的欢喜。好啦，该我啦啊 ！One, two, three。你得赚钱，不是吗？哈哈哈！还没打上。One more。哎，耶耶耶！咦，咋又没打上？哎呀，哎呀！啊，该爹地了，看爹地，你看爹地，你看这个姿势都可。上这边拍，上这边拍，上这边拍。好，看 Daddy 的姿势哈。咦，很正规嘛。哇哇！你很骄傲哈你。又该儿子了。哇，都比妈妈强啊！妈妈要拿手机，你要帮我拿一下手机，让我试试。来 ，One, two, three。See， 我投球。你拿手机找不到平衡感，是不是乖？这全家总动员，参与这个小小的游戏，扔保龄球。现在该俺妈上场了啊！妈妈做手，咋这意思吗？下一轮就俺老爸上场。三个，哎呀，中，好，老爸再扔一次吧，快点，最后一次。羡慕健人负责摆球，人工摆球。看爸这次咋样啊，爸？再扔一次吧，跟家联系好，下星期咱去现场。该，咱老爷再扔一次呗，你再给老爷球坐过来了。咦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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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